代替中国乒安，中国队协会超级联赛的比赛直播，中超联赛第十九轮的一场较量，由武汉三镇在主场迎战大连人。孙曼巴自己往前推进，曼巴在趟，中路有三个点线，要曼巴在观察，直接往后点传，好球，跟进速度射门，哇，打在边网上，这波反击打得也相当漂亮，这弧线包得相当巧妙，转出来，这个比赛大连人的比赛确实好看，戴维森再往中路走，两个人防，再往中路传还有机会，戴维森再过有机会，打一个远射，有球，戴维森。特索涅夫来主罚这一次的任意球，看样子要直接攻门了，特索涅夫直接打门，这个球呢打飞了，他位置稍微有点靠后，就是你防守至少你要回来，这个我觉得他的进攻是有点影响，这边一个意外球，杨洋爽没有越位，趟到禁区里边，面对门将调整，又能打门，射偏了。今天这个问题呢，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啊，一这个斯坦球位置靠后，另外一个他跟张永斌这两个人啊，任意球谢鹏飞，谢鹏飞这赛季进过直接任意球的，当然斯坦球也是任意球大师级别的球员，斯坦球助跑直接射门，打在了吕鹏的大腿上弹出来，看的左脚开起来吊高球找马尔康，头球顶到中路有摔倒，看来第一时间没有做出判罚，看看这一次左脚开起来到中路机会，马尔康打在横梁上，这是马尔康本赛季第六次击中门框了，他是中超联赛所有队员里边击中立柱最门框最多的人，看看大连人的反击，特索涅夫转移找曼巴，哇，这次关键的头球来自斯坦丘，还得马尔康解围，这高度真管用，嗯，谢鹏飞很合理利用身体扛住了伤眼，看反击战，谢鹏飞在观察跳传找戴维森，戴维森去冲击王宪军，戴维森有速度优势到了禁区里边扣一下还有机会，右脚打门，最后打了一脚冲天炮，没有吹越位，第一时间扣，戴维森左脚再传，马尔康头球，个人能力，马尔康连续七场中超比赛进球，他也创造了自己在中超连续进球的新纪录，28分钟，没碰着他。再看一下，啊，没有没有越位吧？这是好球，一个反弹球。哦，林龙昌拖在防线最后。再看这一下，这一下应该也没问题。戴维森传的真巧妙，这球马尔康跳起来，生杀进去了，对吧？王宪军连跳都跳不了啊！嗯，哇，这个球太完美了。是什么呀？对方进攻队员顺势上来了。他其实打到现在为止，在前场的进攻人数并不多，就是因为大连队可能一是在中前场先控制你啊，先抢你，后场队员可能不一定全能上来。又是一次抢断，戴维森内切，戴维森自己来，脱手，马尔康再来一个，连续3分钟两记头球，梅开二度。马尔康今年第20个联赛进球了，看看啊，这球打得确实漂亮，扑出来，马尔康两次力压王宪军，对，没办法，你不能怪王宪军，扛不住马尔康，这中超没有人能扛住他的。关键这机会你给他了，嗯，对不对？杨闯再往右侧转移，上演。上演那些有机会左脚的射门，球还是打偏了。好，下半场比赛正式开始，换杨洋闯吧。现在曼巴和特索涅夫两个外援也都在，那就是大连人中场做了两个换人调整，曼佐基上场换下了老将杨洋闯。看看这次禁区里边，戴维森转身打门，3比0，3比0。下半场比赛踢了24秒。大连人的防线出现了犯错，这个、好像就有点危险的后卫线，就一直还在出问题。啊，是商隐和戴维森拼身体，然后商隐挤住了，勾下来，这球没人保护，二点没人保，林中昌推得太慢了。这是林中昌身边打过来之后，他回追有点慢，他可宋志伟再给曼巴扣得漂亮，再传，曼佐基的转身射门有变线，这球要一个。看这球谁来踢啊，戴维森和谢鹏飞也在球前，戴维森先助跑吗，看看这次散球直接打门漂亮，稍微差了一点，哇，这球快发扔到禁区里边，因亚吉的解围没有处理好，曼佐基左脚来一脚，这球打在中路被门将拿到，不会变四后卫了吧，
也有可能，现在变不变的也无所谓。怎么看着像人行去打左后卫了？打四十三，可能啊。好球，看看谢鹏飞到禁区里边，谢鹏飞左脚再传打门，4-0，这个球打得真漂亮。再看一下，哎，应该是没有越位啊，还是送了一身后。对，谢鹏飞传得好啊。应该是有效，哎，越位了，越位了，越位了，吹了谢鹏飞的前插越位。董卓翔挑传，身后这个球，谢鹏飞有机会，谢鹏飞直接打门了，哇，这球想打一个脚边没打好，对，上半时触球次数就少，这也越位，应该是有越位的嫌疑。这个裁判第一时间没有举旗，先给有利，先给进攻，延迟举旗打门，然后现在再举。现在刚吹，您两边那边没打好，嗯，对吧？没怎么利用他那一侧。这是个机会，林良铭自己来打一脚，好球！刘建作这反应非常快啊，嗯，你说这边的边后边前卫吧，对他的保护还不够，他基本上他一个人在防啊，还是从这儿踢，你看远端好像就没什么机会。哎呦，这边大意了，宋志伟、戴维森有机会，戴维森传打门，4-0。这球我怎么看着还悬，差点打飞了呀？嗯，这球是他没注意到身后啊。对吧？因为你后边你那是你的盲区，你看不到。但是这会儿呢，你要意识到，对吧？你要意识到可能会有队员去抢你的球，你要早处理。而且大连人的踢法有点矛盾，嗯，是吧？他不是一个逼抢很凶的，对，他是那种就是有点古典玩技术那种。哎，哎呦，大门啊！后点林良铭一个好机会，左脚端射。现在的新生事物，从 AC 米兰那个阶段就他很多的时候刚压上去就是遭越位。这样的话，主裁判王迪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啊，最终这场比赛武汉三镇是在主场大胜了大连人，拿到这场比赛胜利。这样的话。